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今天，从鄂堡走着一条导航上没有的路线，是那个西风瘦马给我指的一条路线，画的那线路图，大家伙不是看见了吗？现在已经到这个莫勒镇了。这莫勒镇也是归祁连县的，然后走了一段山路，那路特别不好走，都是那种搓衣板路，叮当当当当当走到了，大概80-90公里吧，开了2个多小时，将近3个小时。然后到这儿找了个饭店，我想吃口饭，就不想自己做了。结果饭店我刚一开门，门关上了，那老板娘一看见我了，跟我说：“那个不营业了，关板了，不吃了，你没办法，自己做吧。正好这还有点馄饨，你老早包的馄饨，还有虾皮儿，我又搁点盐、味精，然后还有这个。”这是那个西风瘦马，我们那吃火锅剩下的那个白菜粉皮儿，还有干豆，还有那个毛肚。今天我自己在车里边下火锅，嘿嘿嘿，准备下火锅吃，开干。我天哪，这打不着火了啊！着了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不着呢。烧水，准备下火锅。这边先煮的，然后柴暖也被我开着了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我这个柴暖还行，那个后边没冒什么烟，估计应该能用住。刚才柴暖没开之前，我在车里边，现在取暖靠的是暖气。刚才没有暖气之前，我靠的一身正气，没给我冻死，哆哆嗦嗦的，这才缓过劲儿来。柴暖劲儿上来，才缓过劲儿来。煮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有点火候不够啊，毕竟海拔有点高。今天是到3700米，我那会儿刚到这时候还有点高反呢，现在已经过没事了。刚到这时候头有点疼，但是就是适应的很快，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就适应过来了。再明天再往上去4000多，估计也没什么事了。先一会儿再下菜啊，还有羊肚呢，都好菜，我告诉你。真幸福。往里边下肉，主要火锅这里边的肉下里边，还有羊排、毛肚。吃好的，吃贵的，专吃那个免费的。不要钱的往里下，这一锅就这一锅，现在要是上外边吃去，我操，这得俩钱了。有羊肉、羊肚的，这一锅连菜啥的，最起码得个30-40的。起床了，收拾东西，昨天一晚上也没睡着觉啊。刚来这一年多没进藏，冷不丁的到高海拔，昨晚上高反了。从来没点过暖风，昨晚上因为睡不着觉来回折腾啊，把柴暖昨天点了一晚上，但是现在也难受，就是怎么着也不得劲儿，头疼的厉害。哎呀，一会儿做点吃的，在昨天下火锅的汤，然后这还有点那个土豆粉，就下里边找吃个早饭吧。今天奔青海湖，明天估计没事了。高反一般也就是1天到2天就过劲儿了。我也没有氧气，我也没有什么药品，但是我不缺氧，主要是就是头疼。我的高反反应就是头疼。第一次进藏的时候也就是这样，但是2天吧就能适应了。哎呀，现在是几点了？9:30了。哎呦我天哪！要不然我8点钟就应该起来，头疼的厉害，一晚上也没睡着觉。啊，好了，不说了。把这个点汤热热，吃一口，然后起床。昨天晚上背在水壶里边的水放在脚底下，已经全冻严了，然后搁水给它烤化了吧，要不然没有水了。这块晚上零下温度是-20几度，还行吧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水终于开了。
这一开门，看这气儿呼呼的气儿啊，车里边太热了，我开个窗，外边太冷了，外边冻着冰的，车里边冒着气呢。哎呀，我这点土豆粉吃了了。这就是昨晚上我停车的地儿，在一个路边，这是去往祁连县的一条路，叫山幺五吧，不是山幺五，我也忘了。然后后边那个镇子叫莫乐镇。就是从那个，我是从那哪儿过来的，从那个鹅堡镇过来的，翻山，从山上一条小路过来的。然后今天准备从这儿再去这个青海湖，去那钢叉县青海湖的北岸。然后从那儿，我今天已经决定了，还是走109吧。如果是走那个317那边，可能还是需要麻烦一些，走317还得奔昌都，昌都那边油价也贵，直接走109快了吧，直接就是上拉萨吧。完就走格尔木这边，到格尔木我估计还得做核酸，要不我核酸又得给我吃失效了。这一年没上高原，高反了，哎呀，头疼的厉害。哎，我喝点水。哎呀，高反多喝点水会缓解，但是也不是特别缓解，这玩意儿就得把这个过程适应过去就好了。我来之前就有很多人跟我说，哎，上那边去会有高反吗？我说都会有，这东西真的都会有高反，谁也免不了。我估计我明天应该就差不多没啥事了。这是海拔是快3900了吧，应该快3900了。爬一会儿会好点，走，继续往前开吧。今天到青海湖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后边就是青海湖了啊，但是这边拦着呢，咱们就别翻护栏过去了。我现在这个青海湖也全冻上冰了，冰已经全冻上了。如果说是上，其实这个时候的青海湖并没有这个夏天的时候好看，春天夏天冰化的时候青海湖是绿色的，但这个时候只是一片白，一片大冰面，而且今天多少有点多云，湖的对面也看不见蓝天，都是云，不那么好看。一会儿沿着湖边再走一走，看没有好看的地方能到湖边的，咱们去看一看。
你有水杯没有？我说你有水杯没有？喝点水呀。没有水啊？你有水杯吗？等一下，我给你拿个水杯。够不够吃？到时候我给你倒点水，我给你倒点水喝。倒点啊？水不要？哦哦，不用水啊？有点干呀，没问题。好好好。啊？喝点水没意思。什么？喝点水没意思。我没有喝点水，我说我用水杯，我给你倒杯水，倒杯开水。啊，不用不用。那谢谢啊！啊，好好，走啊！哎呀，好嘞，谢谢啊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给这个放牧的牧民给拿了块干粮，他没有吃饭，一天没有吃饭的，好多牛啊！肥牛，吃肥牛。又跑了415公里，20升油，21升。柴油打开。在这后边呢。连那、这个汽油带柴油加了158块钱的。哟，这边汽油价格是7.29块，柴油是7.85块，我都是加小油站的油。我这车我不怕破，关上了。